哟，左边这些瓷砖是一个一字，上面一堆浮标，下面一堆浮标。老大，僵尸又都会去中间那条路呢。可恶，还放那么多的药水，而且右边的僵尸全都是四阶呀。还有禁卫军呢。No。哦哟，还给我选了五颗植物，也就这两个能用。那我就选这些，冰西瓜、魔术菇、坤坤头绳，再来一个僵尸大战僵尸。啊！玩笑，我的创意庭院，巴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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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嘿，好戏开场啦 ！Later， 先放魔术菇，再放冰西瓜头绳，还有坤坤头绳。再来一点冰西瓜，开战！僵尸来了，看我能量豆大招！啊！哎，臭他妈的，僵尸太多了！手机好卡啊！好嘞，这也太卡了，我的手机变成 PPT 了。我懂了，因为对面僵尸多，我的魔术菇和坤坤也召唤僵尸，所以这边卡了。一会儿之后，最后一波了，终于不卡了。我再也不召唤坤坤了。要赢了，要赢了！说好的不召唤坤坤的呢？